彼此彼此，您堂堂北陵摄政王，深更半夜擅闯我寝宫，羞耻这方面也不遑多让。这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。君离，我劝你别乱来，我死了你铁定要给我陪葬，你的毒只有我一个能解，为了你的小命你必须得保护我。哼，你倒是算计得好，你的脑袋本王就暂时留在你的脖子上，如果你不能解本王的毒，本王定让你生不如死。那你就拭目以待吧。喂，君离，我知道你身手厉害，能不能用这些珠花把他们都弄死？他们都是杀手，训练有素，就凭这几个珠花，你当他们是饭桶？放心，对付他们这些珠花绰绰有余，我精通人体穴位，你待会儿只要听我指挥飞射这些珠花命中他们的死穴就行。他们人数众多，我的珠花不够用，但是对于你这种高手来说，要让一朵珠花连续命中几个人应该不是问题。你最好有把握，打草惊蛇本王可管不了你。哼，你等着瞧好了。百会穴、神庭穴、亚门穴、斜下角第二个风池穴、人影穴。不知何方高人可否出来一见？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，难道她这些年都是在装疯卖傻？来人，抓刺客，一个也不能放过，保护公主。真是可惜，便宜他们了。我皇兄来了，这里有他就够了，你快带我回屋，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。你似乎很怕苏子怡知道你的一切，这样杀人于无形的本领苏子怡不知道吧？君离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吧。该死！太子殿下，属下护驾不力，请太子殿下责罚。可查清楚是谁派来的刺客？回禀殿下，这些刺客均是死士，查不到一点线索，但是发现其中几个刺客身上有个相同的图腾，看样子像是某个皇室宗亲的。查，给本宫查清楚他们的底细。属下遵命。虽说男女有别，但我还得看看银儿怎么样了。莹儿，怎么了皇兄？皇兄，外面怎么这么吵啊？还好。无事，皇宫出现了刺客，担心惊扰了你，你无事便好。啊，刺客，皇兄，刺客没伤到你吧？放心，皇兄没事，你若困了，皇兄就不打扰你了，你睡吧。皇兄慢走，保护好公主。遵命遵命。看不出你还这么会演戏，挺厉害的嘛，连苏子义都被你骗了。没听过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吗？君离，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，我这里小可容不下你。你倒会过河拆桥，你什么时候能解了本王的毒？本王需要一个期限。这要准备到什么时候？女人，别跟本王耍花样，否则代价你承担不起。放心，我很珍惜我的这条命，既然答应了你，我就不会食言。